小肖，你没事吧？小肖，完事儿了。你哪儿不舒服？你跟我说。嗯，没有。嗯，怎么了？完了。什么完了？我12点钟前必须要回家。哎，小肖，小肖。 慢点，师傅，谢谢。 断片了，嗯，我知道。那昨晚怎么，还需要我帮你复盘一下？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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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想听不想听不想听。我对你做了什么，你倒是告诉我一声呀，万一我愿意负责呀。哎。 嘀咕什么呢？还早不早？